买了把这个复合肥回来，一天捂得很，可能明天要落雨。我那北边摘的那个玉米，黄浇浇的不长长，我把这个复合肥给它丢一下，然后它落点雨嘛，它就吸收了噻。挖点水去，不要多管。这个复合肥，你看嘛，这里边啥子都有。包谷肥肥溜得很，所以多给它抓点儿，它都生得起。你铲铲起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要切我来切铲铲。你提圆头没有？啊喽。我就敢问你提。沙子草的个，对的。这个山山草嘛，好吃。这个头没有种过苞谷的，种起好得很，我说。王老大，你看这儿干活路辛苦不？那儿老师跟你说，喊你好点读书，两百回去干庄稼，你不好点读，咋子会干庄稼累不累啊？是吧？这还意思生过？那你读书会儿你干啥子去了嘛？你为啥子要来这儿吹草吹完了？还算过，我们那会儿是读不得没饭的嘛。读不得，啊读不得老子想想给路个去的啊，自己不用心呐、啊，一天到黑跑几街，这个黄鸡喽。关键是我们读书那个年代是干活路为主，不是来读书为主，不是我读不进的，而是活路多得很，干都干不完的，所以说。挑水啦，起劲啦，跑几级灌三盆啦，那些级喽，摸鱼那些级喽，那怪怪啊，读书读不得，你干那些你读书你是你读的不？你别说起劲啦，挑水啦，些我还干不嘞。要干不？你说，我是干的那些才怕我还有还读书读得的。那你那干的就那，你那做梦，别做梦了。干活了。哎呀，其实说那些都是空话，是不是？现在好像干活了就对了，不要埋怨啥子。我们这代人就成这个样子去了，没读到书。我们的下一代希望他多读点书，别像我们那些长辈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嘛？我们已经没得后悔药可吃的了。肯定的噻，是个能倒流噻哈，哪个想好好的读书？不想干活路听完没有？我感觉要落雨了、啊。我也感觉要落雨了，冷飕飕的。落雨了，这些就要长了。这边猴崽的，我是摸草草的，不要生气。这沙沙土是好收啊，轻轻的铲它就。嗯，就降温了。我希望它下雨，降温了啥子用？不想搞，我就把那个车过来补一下。那都舒服。
早上的鱼落得来不？我这好了，我去把那些菜啊，呀，给丢一下。啥子菜哦？黄瓜、姜片一下。黄瓜明天没得了，晒都晒死完了。对。今天我看了那些，叫我散掉我噻。两个人好还是快吧，两下就搞尾了。哎呀，好大呀，我牛皮！把二师兄的饭给他准备的，得黑了他没得吃的，这不是？每天都要摘一大锅。咋的嘛？倒到锅底那个倒。油脂这都油脂。不管是油脂，哎呀，你要倒浪，我倒奶。晚上都煮一大锅，还煮点鸡蛋不？不煮，我这建筑主持。嗯。每天早晨来煮一锅，一天了嘛。今天煮一大锅。哎，今晚先嘛单煮猪头噻。老袁，吃饭了不？要得。要得，娘，你今天还好好的？哎呀，三等等的个。哎，这个辣不辣哦？哇，我还这么大的。我那天时候把那个腿骨儿起起来，喂那边我在肥里头，你看那用来喂吃。嗯，好肥嘛。奶奶讲嘛，是你有半年猪蹄子了嘛？这一毛的腱子是点腿骨儿嘛？来吃两个，你看。喂嘛。喂的。他都肥猪喂了好几分钟了。好吃。这凉拌的鸡没那么好吃。嗯，很乖的。做生意好，为啥子那么多人都喜欢吃？好吃，好吃。我好久没吃海带了，那是海带好吃吗？嗯，海带我最近好像不吃。啊，嗯。